师傅，人会喜欢上经常和他聊天的人吗？人分享琐碎的日常，就是在表达爱意。看到好看的夕阳，路过可爱的小猫，吃到好吃的食物，任何无意义的小事，都因为能分享给对方，变得比以前有趣多了。那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废话很多啊？分享欲是要靠回应来延续的，热情也是。这世上只存在不懂回应的人，不存在不值得分享的事。如果一个人频繁和你分享，本质都是希望你可以参与他的生活，时刻保持爱意的连接。愿你能掀开琐碎的表面，看到他的温柔和执念。